等一下哦。看这怎么画啊？这才超级大欸。不是要画自己啦，不是喜欢这种的吗？我现在真的是头晕累到。没有啦，不知道画自己啊。有时候不见了，不见正常啦。那本来就是不想开台的啦，嗯，就是怎么讲，因为今天真的不知道干嘛，也算半强迫自己开台啦。因为我讲嘛，今天其实是去帮一个亲戚邻居送行。哇哇，
感谢哦，看你是赢啊、哦！啊，感谢赢的超级留言，谢谢赢哦。画得很烂呢，我在干嘛？对不起，我已经不会画画了。嗯，好啦，抱歉，我觉得我还是先休息好了，状况很差，觉得好像不该现在开台的，我觉得。我也是刚睡醒呢、啊，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吧。抱歉咯，才开多久啊？10分钟而已耶。那对不起咯，各位拜拜。